给我听听，让我来看看你读书的本领，把思想好好表达，全写出多高兴。学习中国语文，中国语文听讲读写加把劲，善用中国语文，中国语文信息互通真本领，信息互通真。停一停，各位同学，你们听人讲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听不到、听不清楚或者听错呢？会的。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听朝早九点正，我哋喺学校嘅操场集合。咁咧，我哋听日去旅行嗰阵时咧，顺便会去上饶民族文物馆嘅。咁咧，由于咧郊外嘅山路咧好难行嘅，所以咧记住，我哋要着体育服装同埋运动鞋。听唔听到？听到。记唔记得？记得。两个冇着体育衫嘅，咩今日要着体育衫咩？系啊，老师话今日要着体育衫噶。唔信你问下老师啊。系啊。你做咩咁嘈啊吓？咦？点解两个冇着体育衫嘅？我哋我咪讲过，郊外嘅路好难行噶嘛，所以我哋要着体育服装同埋运动鞋嘅。咁点算啊？咁好啦，今次咧就准你哋着校服同埋皮鞋，不过下次唔好啦吓，知唔知啊？知。好啦，各位同学，我哋排队上。嗱喺全盛时期咧，呢度请咗成百几个工人做嘢嘅喎。咁后来因为烧灰叶走下坡，再每人烧石灰啦。咩叫做走下坡啊？呢个窑就荒废咗好耐。知咧，少佢冇嚟喺度踢波噶。好啦，各位，仲有咩唔明白或者唔清楚嘅咧？嗱，有问题咧，而家我哋可以问阿刘先生嘅。嗱，如果大家都冇问题嘅咧，咁我哋一齐去文物馆嗰度参观下啊！嗱，大家慢慢行。好痛啊！好痛啊！我睇下，流血啦，同埋淤晒添。点啊？系咪好痛啊？唔使惊啊！痛，冇事嘅。要唔要胶布啊？等阵先啦，我同佢清洁咗个伤口先。你唔好周围走啦，系咪？都喺地方滑啦。各位同学，你哋知唔知道点解成展拳会跌亲呢？
仲有啊，你哋知唔知道咩叫做走下坡咧？我哋有嘢听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嗰阵，应该点样做呢？只要将嗰啲谷咧等落个漏斗里边，然之后咧就转动呢一个线轮啊，有风噶吓，咁就可以分翻开嗰啲谷啊，同埋杂物噶啦。嗱，大家睇到嘅咧就系嗰啲农具嚟噶啦，你见过咧？系啊，头先见过噶啦，工具嚟噶。嗯，嗱，隔篱嗰个咧，认唔认啊？嗰个攞嚟打谷嘅嗰个，系啊，以前啲农夫就攞嚟打谷噶啦。呢個咧就係攞嚟磨啲谷啦，磨咗啲谷嗰啲殼佢。呢啲咧就係犁啦，即係攞嚟犁田嗰啲啊，即係嗰啲只牛咧孭住啊，好重啊，咁可以間開啲田。預備，開心啲先，一、二、三。好。好啦，各位同學，跟住落嚟咧就係自由活動時間，咁大家咧就可以喺附近嗰度自由活動，但有幾點一定要注意嚇。第一，千祈唔可以私自走开。第二，唔可以玩水。第三，我哋嘅集合时间是三点正，清唔清楚？清楚。呢只咧就系老鼠立立，叫咩名？我哋翻去啦，使乜咁心急啫？而家都未到集合时间，嚟啦，我哋喺前面玩下啦。你哋做咩喺度玩啊？吓，你知唔知同学啊等咗你成几个字啊？你唔记得咗个集合时间啊？记得啊，三点半啊嘛。各位同学，成展权有冇记错集合时间啊？你哋记唔记得老师话几多点集合嘅咧？系三点。仲有啊，成展权同林欣恒有乜嘢做错咗咧？你知唔知同学啊等咗你成几个字啊？呢度好好玩噶，不如第时咧，你妈咪带我哋去咯，好唔好啊？好啊。咦，哥哥啊，呢啲系咩嚟噶？呢个系。我睇下。是不是要来的啊，是要来的，要来烧东西的。烧什么东西啊？不记得了。哈，为什么你这么没记性的？是不是连讲解那时候你没留心听呢？现在我出去买些东西，如果人打电话来，你记得叫他留下口信啊。知道了。喂，唔该，你叫成太听电话。哦，佢出咗街啦。你系拳拳啊？我系陈太啊。你同妈咪讲，今日晏昼四点叫佢九龙塘火车站嘅售票处度等我。
系啊，你记得叫佢准时喎。如果唔系，我哋就搭唔到班专车噶咯噃。记得啦。哦，得啦。哎，真系出气。妈咪，今次参加电视台嘅智慧大比拼，我一定攞冠军噶。真系咁有信心？梗系啦。咁就好啦。唔好出嚟走啦，快啲翻过嚟。4:30啦喎，点解陈太仲未到噶？妈咪，我攰啊。系啊。妈咪，迟早就唔可以参加比赛啦，你快啲揾陈太啦。你有冇记错时间同埋地点噶？冇啩。陈太话4:00喺九龙车站售票处等我。不如等我打个电话俾阿陈太先，好喎。电话未能接通，请再打嚟啊。冇人听啊。咁点算啊？点啊？翻屋企咯。咁我哋唔去电视台啦。唔去电视台咪冇得攞奖品啦。个节目都就嚟开始啦，而家去都赶唔切啦。翻屋企啦。各位同学，点解成展权唔可以去电视台参加智慧大比拼呢？你哋又有冇发觉成展权喺听电话嗰阵嘅态度有咩问题呢？唉，最衰自己听嗰阵啦，又唔留心，又冇记性啦。如果唔系啊，一定可以参加到智慧大比拼。攞根大奖啫，唔使咁冇心机嘅，我可以帮你参加比赛，咁你咪有机会攞个大奖翻嚟咯。个比赛都完咗啦，点样攞奖啊？将时光倒流，重新开始，咁咪得咯。讲笑咩？广告都话啦，生命冇 take two 嘛，点样再重新嚟过、啊？信我啦，不过你要攞奖。一定就要改善你在聆听方面的缺点至得。放心啦，我一定会的。好，那你坐好了吧。哇哦！各位同学，我们不如一起看看时光倒流之后，成展权他会不会将他的缺点改过？记得打全盛时期呢，这里请过成百多个工人的。咁后来烧灰叶就走下坡啦，就冇人再烧石灰啦。咁于是呢个窑就从此荒废咗啦。走下坡？咩叫走下坡呢？林欣行咩叫走下坡啊？唔知咧。刘先生咩叫走下坡啊？好啦，各位同学，而家系自由活动时间，咁咧你哋可以喺附近嗰度自由活动，但有几点一定要注意吓。第一，千祈唔可以私自走开。第二，唔可以玩水。第三，我嘅集合时间系3:00，清唔清楚？老师，究竟你喺边度集合啊？喂，问边位啊？喂，唔该，你叫成太听电话。知道街喎，你边位揾佢啊？你是拳拳啊？我是陈太啊。你跟妈咪讲，今天下午4:00，叫佢九龙塘火车站的售票处度等我。是啊，你记得叫佢准时喎。如果唔系，我哋就搭唔到班专车噶咯噃。记得啦。好啊，唔该陈太。各位同学，时光梗系唔会倒流噶啦。不过大家可唔可以从呢几件事上面学到听人讲说话嗰阵要注意啲乜嘢咧？试下同同学一起讨论啦。